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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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3年7月24号，唔得啊，我妒忌喎、啊，咁同埋即系点讲啊，我比佢更厉害、啊，我都识系咪？咁啊又唔系，特登训练噶系嘛，犀利啊呢个，哇，移民英国11岁港童，智商162，我以前测都系噶，不过160，超越霍金同埋爱因斯坦啊，咁你唔可以咁讲嘅，点解呢？因为我研究过嗰啲 IQ test 咧，佢以前同埋今时今日，你今时今日有咁多嘅新科技辅助各样啊，等于你今时今日揾个轻度啊智力有问题人士，即系例如梁振英之流啦，怼落去古代嘅时候，佢都变神人噶，至少识几样嘢噶。咁所以你冇得咁以当今世嘅细路仔个智商啊，咁啊去 compare 翻 with 嗰啲霍金、爱因斯坦嗰啲噶。人哋系喺以往一个 restricted 嘅环境之下，去做到即系喺有限嘅资源底下发掘到啲嘢出嚟，咁好唔同嘅。因为佢有啲常识题各样噶嘛，你以往嘅时候鬼知呢啲咩系咪？系随住越嚟越多嘅发明以及互联网嘅应用。咁但係背诵方便记忆能力啊，就未必话好似以前嗰啲咁厉害㗎喇喎，以前嗰啲久经战阵㗎嘛。Anyway, 佢识嘅嘢有啲我 ok 啦，有啲就唔得，因为细个冇人 train 我㗎嘛。即係2022年移民英国啦，咁恭喜佢，即係呢啲咪人才囉，醒目囉，咁细个已经识了话 ,11 岁。会唔会系啊，我唔知啦，到底系佢爹哋妈咪喺度讲话，为个仔女，喂都叫一品人才啊，系咪将来嘅发展啊着想，所以移民啦，定还是系个仔仔啊走过去问呢个爸爸妈咪，我哋将来会变成点呢？跟住阿爸阿妈即刻带佢走，定再还是系啊唔走我就赖屎，应该唔会啊。你呢啲咪醒目咯，你千 Q 期咧就唔好似嗰啲戴伟俊咁，即系你未 train up 过嘅啊，明知嗰啲智力上边 IQ 上边有问题啊 ，idiot 咁跟住走翻嚟踢波，你有英超唔踢，走嚟踢嗰啲叫咩啊？深超啊、海超啊、上海嗰啲中超，我都唔知啦。地区性啊，定还是国家性啊？冇性噶、啊，唔俾佢转会、啊，咁啊耽误去前程。咁但系你翻得嚟，你预咗前程被耽误噶啦，系咪先？咁啊唔应该怪责国家嘅。事实上，你踢波嘅人士啊，啲器官咧就应该比较上干净啊，咁所以就洁身自好啊，唔好摇到饮荡吹各样，成为一个有用嘅人，即系至少啲器官有用，努力啦。我讲戴伟俊啊吓，讲翻呢个 baby 先，真系噶妒忌噶，有冇搞错啊？咁细个咁叻系咪先？两岁咧识读 university 咯、哦，即系大学咁犀利个，两岁识读大学啦，唔系两岁入读大学，佢识读 university 呢个字啊！你话爸爸妈咪啊，细个已经教佢读呢隻字啦。细个识唔识读 university 几多个 syllable？ 5个 syllable 啊，大哥搞唔掂。你细个就系识画2个 syllable， 我都觉得难啦。apple 系咪先 ？egg 啊 ，boy 啊 ，girl 啊，咁啊话啫。university 5个字咁细个植入啲咁样嘅思想，咁都好嘅，次一等嘅，即系呢啲寻求知识啊嘛，次一等嘅会植入 rich 呢个字系咪啊？富有咁样啊，富爸爸与穷爸爸大镬啊，真系。咁再次一等嘅，由细个开始教佢写个党字，你话系咪脚都打跛佢啊？真系。咁但系如果强制性植入嘅时候咧，咁冇 say 嘅，唔关你哋事嘅，你哋遵从国家旨意，由娃娃找起啫。Anyway， 幼稚园嘅时候咧，就已经睇《星球大战》嘅小说 Star Wars 嗱，讲明先啊吓，小说咧系文字版本啦，定还是公仔画版本先？我细个嘅时候，我睬你都傻啊！幼稚园睇呢啲咁样嘅字画书，公仔我都唔睇啊，老夫子又有睇下嘅。啲字唔识嘅时候，咪问人啦，好大沓噶。我记得以前我系有收藏癖噶，有呢个老夫子成栋啊。八岁嘅时候就写小说，咁得闲嘅呢个细佬哥，咁都好嘅，培养下佢呢种咁样嘅能力，犀利啊！佢嘅梦想系成为心脏病嘅学家，唔好搞啲咁嘅嘢喎。由剑桥嗰度获得学位，嗱，记住喺剑桥咁 OK 啦。并成为世界上最叻嘅医生，最叻系指点解先？你手术叻啊，道德上好啊，定还是两者兼有，才德兼备？咁呢点要小心噃、啊，唔好好似嗰啲劳宠物咁活摘五星、啊，引以为鉴、啊。你香港出嚟，你就要睇翻香港嘅历史。有一个叫劳宠物嘅医师，带住佢下边医管局嘅团队，全部都系活摘五星吴国仔嗰啲。吴国仔做乜？做下手术嘅时候撩咗佢啦，因为有自己啲秘捞啊。咁但系佢又唔系杀人医
生嚟嘅，因为咧嗰个病人咧病坏咧做嗰啲肝移植各样嘅时候咧，都只不过系喺加护病房瞓多几个月啫嘛，又唔系话好大件事。即系你问翻吴国际医生，你访问佢有咩 feeling 啊咁样，佢都系答你有咩咁巴闭啫，系咪先 ？Anyway， 原来咧呢位小朋友啊吓，算唔算小朋友啊？呢位高才人才，呢位人才应该咁讲，唔好讲到人哋低晒系咪？人才啊，佢喺英国伦敦嘅自治市镇嗰度，呢位系 Adrian， 喺呢个 Mensa 系听闻过智商测验入边咧，平均以嚟最高分咁话，超过爱因斯坦同霍金，喺全球排名前 1% 嘅受试验者。2022年 ，Adrian 同屋企人一齐嚟到呢个伦敦嘅地方，阿妈 Rachel。呢个系 Rachel 就话啦 ，Adrian 由细个就已经展露佢与别不同嘅特质，两岁时候就开始中意书噶啦，阅读速度奇快。我记翻起洪熙官嗰个啊，即系有只木马啦，有把剑啦。如果佢拣木马嘅话咧，洪熙官就怼佢全家噶。最后佢拣咗把剑啊，即系以前嗰套剧，同埋每日咧都阅读大量嘅书籍。咁细个识得阅读，即系厉害啊！幼稚园时候就已经睇 Star Wars 全文版嘅小说，全文版喎。唔系公仔版，解答咗你问题。最初原来咧谂住加入 Mensa 嘅时候咧，有148分门槛就得噶啦。点知攞到160分，你唔系成日俾佢操嗰啲题目噶，咁样唔准噶。嗱，无论如何啦 ，Adrian 一家咁样就欢迎你哋啊，又恭喜你哋咁啊嚟到大英帝国呢度，期待你哋啊咁啊发挥呢个狮子山精神，贡献大英帝国。咁以及啊咁高智商各样咧，你可以考虑做科学家，唔一定做嗰啲医护啊。各样嘅嘢嘅，你做医啊，各样都一个人嘅啫嘛。但系你如果 I T 各样嗰啲咧，你有机会可以未来啊，唔出奇噶、哦。你发明一啲嘢，甚至乎会厉害过心脏病学家噶、哦。咁虽然你心脏病学家发现咗一啲病理学诸如此类嘅嘢，即系你啲 angioplasty 或者 coronary bypass 做得好搭桥铺路通波仔，发明咗几样嘢，点样可以有啲 chemical 影响人体，咁都系唔错嘅。但我成日都认为啦，不及你发明一个 system， 即系发现咗一个系统。之所以好多时啊，你爱因斯坦啊、霍金啊、物理学啊嗰啲，即系你 pure science 咧，就容易攞呢个诺贝尔奖多啲噶、哦。反而你应用物理学、应用乜乜嗰啲，最多都只不过系得个高坤。原因就因为你应用方便啊，你又只不过好多时一个范畴，除非你搞到通街都系呢啲嘢，又令到人类当今世真系获得非常之重大嘅帮助。咁你又攞诺贝尔奖啊？但好难啦、啊，难过你 pure science 入边，你发明咗套 theory， 然之后人哋攞嚟用，个个都用得呢啲，先至更加容易攞。一般嚟讲啊，咁但係我哋都采纳考评局讲嘅嘢啦，你历届嚟讲咁就状元嘅数目系最低呀嘛，今时今日整到四个状元，其中一个就都系咁啦，德望嘅行叫唔叫行古惑好啊，又唔好话行古惑啦，人之常情呀、啊。咁但係有样嘢原来记者冇问，咁佢走去表态啊，就话係呀好鍾意国安法各样呀、啊、唔系话好鍾意嘅，即系觉得国安法 ok， 令香港社会更加稳定诸如此类嗰堆嘢。不过佢挣扎紧去唔去外国读书都几得意啊吓，其实咁好你无需挣扎噶啦，呢个第一点啦。第二点，人哋冇问你嘅时候咧，你又真系无需要表态嘅，唔知啲表态嚟做乜？有奖金拎，定系事先已经俾人打咗个招呼，你又觉得 OK？ 甚至乎啦，你同关嘉荣嗰两个女系咪朋友嚟噶？啊，真系唔清楚啦。咁你冇得 compare 噶，科学嚟讲，我哋讲对照实验噶嘛。咁你而家嗰个状元咧，都已经 DSE 毕业啦，老饼嚟噶啦嘛。咁呢、这个人才啊吓 ，Adrian， 咁佢先至得个11、12岁啊，咁对住啲大哥哥大姐姐嚟讲啊，咁啊争成几年，咁你冇得咁样去比较系咪？都要等佢毕埋业各样你先知噶。咁但系加入啲呢啲学会嘅时候 ，Mensa 嗰啲咧，以前我知道、啊、李天命嗰个时代啊嘛，嗰啲哲学各样啊嘛，佢哋都有玩嗰啲喺度逻辑学诸如此类啦吓、啊。但系呢啲两刃剑嚟嘅，成日都话你 IQ 高唔代表啲乜噶嘛，你可以系两方面发展噶嘛。
俾人用做一啲衰嘢嘅时候啊，个杀伤力就更加大，所以唔一定好嘢嚟噶。但系无论如何啦，我哋至少可以勾除一点先啦，即系你作为一个人才，第一你为自己嘅未来啊，就好应该系啦，用你对脚珍惜自己将来嘅未来同埋自由噶，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啦，呢个为自己私利啊吓。第二点啦，可能佢唔知道噶，但被动咁样啊离开咗嘅呢个人才之后咧，就不会为共产党所用，唔会好似啲钱学森啊嗰啲垃圾科学家诸如此类啊，走到去令到人类出现灾难啊！哇，大佬你唔好谂住中国嘅科学家会有高风亮节各样、啊。毛泽东问佢嘅时候，佢都系话亩产十万斤，可以点样解决？咁你咪整卫星田出嚟啦，抄下集下咁样啊，唔需要真科学噶、啊，学人哋啲射啲卫星上太空，跟住种花啦。到现今世为止，其实冇进步过。你谂下，百几年前我哋讲德先生、蔡先生，民主、科学，今时今日呢两者都冇埋，又要重归翻百几年前嘅溥仪眼镜又好，雍正眼镜又好啦，吓睇下你个时间轮盘想搞几耐啦？复古啊，朝兴，佢好似 turn 个 clock 咧 ，turn 到去唐代噶咯，定汉代？你不如做北京猿人啦，攞埋支雷球棍系咪？就系、是、咁样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